现在爬不起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心给自己说，因为有这一天，赶快觉得自己很病病重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你看到了，你就会善待那一天。为什么讲给你听？你怎么知道那天老板们叫人叫你们那个部门去开会？你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一个咖，那也许吧，你开不开没人理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是个咖，在公司，那个会议你没参加，搞不好你自己的权利跟福利就没拿到，这种有可能性很多啊，对不对？除非你没开过这种会，你开过这种会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那一天你大意了，就机会来了？不要说别的，老板刚好请你们那个部门全部出去吃饭，就那一天，不是前一天，不是后一天，就那一天，刚好去吃饭，就吃饭了以后，老板还跟你们闲话家常，聊聊大家甘苦谈，对不对？你有很多平常不能启齿的，可就在那个吃饭的时候跟老板讲，哎，老板说，哎，没事，就给你讲个解决方案，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你等10年没等到机会，那天刚好请假，刚好就错过。所以 你可能有把握可以手持着把握的东西，你就千万不要放掉。对不对？那你说你真的是爬不起来，那当然了，那是另当别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里面的拿捏，绝对是自己的智慧，对，该是作用力多一点，还是抓住今天的机会，抓住这个时间？那有人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说嘞？那你怎么不说那个生病没有那天没有在家里休息，明天搞不好就挂了？对呀，没有错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智慧啊！你的拿捏怎么来的呢？智慧啊，智慧怎么来的？我不是一再讲吗？智慧怎么来？修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这每一关跟你之间有多重要，息息相关，绝对不可能是突然崩一下冒出来，然后你说"哎呦，好像没有好像"，绝对是要打有把握的胜仗。所以我一再强调，红尘里面，别的不多，课题最多，对不对？人生课题，哎呦，真的是你没想到的都会有，想到的不用说，想到已经一箩筐了，还有没想到的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尤其现在网络的世界如此的昌盛，以前人不必面对的课题，现代人面对更多，为什么？又加了一号网络的世界，真的要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所以修行，你不这个由化繁为简，你怎么弄？你看不清楚，你觉得这也是问题，那也是问题。哎呦，烦死了！当时啊，我这么烦，我怎么有时间修行？我每天在应付我的问题都来不及了，我又怎么修行？不要本末倒置，对吧？这一切的东西系在谁身上？系在自己身上。你知道每个人身上都系了很多很多的炸弹，你知道，电子炸弹。现在我们修行就好像，你知道怎么去把那引线拆了，拆了一个是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拆了，哎呦好家伙，这个拆掉，那个拆，哎呦好家伙，那个拆掉，然后那个拆掉，你说哎呦好家伙拆掉，不好意思，下面还埋了一个，你知道吗？还没看清楚，下面还埋了一个，哎呦，